蒙娜丽莎是什么牌子？蒙娜丽莎始源于1990年，涵盖轻奢、休闲、艺术、个性等多种风格，专注于皮具的研发、设计、生产、销售及运营的大型专业皮具集团公司。广东蒙娜丽莎服饰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皮具的研发、设计、生产、销售及运营的集团企业，由广州市丽莎皮具有限公司、广州瑞派皮具有限公司、广州蒙娜丽莎鞋业有限公司组成，是一家大型专业皮具集团公司。